这宫里现在也未有别的嫔妃，你侍寝还不是早早晚晚的事吗？早早晚晚，只怕是陛下死了心，那就真的晚。既然陛下不来我的锦绣宫，那我就去他的侍寝殿。锦儿亲手为陛下熬制了莲子羹，陛下趁热喝了吧，凉了就没有原来的味道了。放这儿吧。陛下最近日日操劳国事，也要多注意身子。锦儿先告辞了。慢着。你身上怎么有苏荷的味道？锦儿自幼与王妃一起长大，王妃喜欢何物，耳濡目染。锦儿，什么事？豫章王妃也许还活着。再说一次。回陛下，你派出去搜寻豫章王妃下落的人，飞鸽传书回来，说数月前呼兰王子贺兰真带回一大城女子，形容相貌与王妃无二。哦，没死。或许那日落崖后被人所救，沦落呼兰。无论如何，都是天大的好消息。